瑞富一直接受所长茶叶蛋的一个很大的关心。然后记得我们每当中午便当出现茶叶蛋的时候，大朋友就会很开心的说：“所长来了。”哦，虽然大朋友其实没看过所长。创业到现在啊，七年的时间，我们从第一个店开始，我们就开始投下第一个竹筒。那因为本人的能力有限，所以我们就在整个团队里面，我们只是希望说，啊，我们有一点小小的力量，所以来为这个社会做一点公益。我们希望在灰暗的角落里面也有一只小小的萤火虫，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当成萤火虫一样。在这几年当中啊，我们累积了一些资源，然后跟社会来分享。今天看到瑞富医师中心啊，这些小朋友他看到我们的公司的同仁这么的高兴，我就觉得说他心里面一定很有感觉。我相信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很多，但是有心的人更重要。所长所有的每一位工作同仁就是秉持这一个原则，这一个理念，所以所长茶叶蛋在全台湾各个角落里面所看到的，除了蛋香以外，就是那一份爱。2010年的时候，我们10月8号我们在做这个
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大家我们团队就是说，我们从这个我们的竹筒岁月开始做起，所以我们累积，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点一滴，就是累积了一点小的数量，虽然不多，可是我们从一家店到刚刚我们所讲的，我们到现在有十三家店，然后我们每天我们还提拨所有人的消费的提拨0.1%，所有的营业额我们出来做社会公益。其实我们累积的钱虽然是不多，可是我们的爱心，我们所有的同仁的爱心，然后我们带领我们所有的同仁到达各我们的一些团体去，我们发觉说我们这个社会团体这些人真的他们的付出了，让我们真的非常不偏贫穷，虽然不是非常穷，但是普遍贫穷，所以在我们大台南直辖市里面，南化区算是一个没有四大超商的一个区域，连男女都有了，而且还上电视了，可是南化区四大超商到现在都还没有，由此可见那边的文化设计不足。那我一直希望说引进一些资源来帮忙学校，所长茶叶蛋这种无尽的爱，我回去我会跟小朋友讲，我也会教育孩子，偏乡的孩子不是只是永远会在偏乡，他们也会走出去，我希望说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像所长一样，当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也能够帮助。好，我们比个赞，我们全部的大家比一个赞哦，小朋友一起比个赞，大拇哥，伸出你的大拇哥，不是这只，这只，好，大拇哥走进来，这只，好，你要比五只也可以哦，五个赞，好，伸出我们的大拇哥一起比个赞，看一下我们的中间的摄影师，三二一笑一个，三二一笑一个，李春再次请掌声恭喜，谢谢。哦，啊，你马个气馁哦，先比赞了哦，先比一个赞。好，大家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，待会倒数三二一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的让爱持续诞生，倒数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启动。下一个